腹部和右边的乳房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一个黑色的像这么大一个球啊，眼睛看上去啊，黑色的这么大一个球啊，在夜空当中啊，在夜空当中好像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像黑夜一样的，在黑夜一样的在快速的飞呀。哗一下子，快速的飞呀，快速的飞呀，快速的飞，这个好像是快速的飞的，是个冲进大气层呐，冲进大气层呐，快速的冲进大气层呐，好像那很大的压力冲进大气层呐，冲进大气层呐，冲进大气层的时候，好像人整个人顶在一个东西上面，像整个人顶在一个东西上，这个姿势就这样的，胸脯往前，肚子往后顶着，这样，我们有时候像。住在那个叫什么，那过山车上面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对吧？抖的时刻，胸部啊都两个肚子往后，腹部也往后，姿势这样，然后好像气也喘不过来，你说我屏住呼吸，数一二三就会缓解了。就缓解了，就冲击大气层的一瞬间呐，冲过大气层的一瞬间呐，冲过大气层的一瞬间呐，然后这个一直在往后冲啊，一直在往后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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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大气层里冲进来的，从大气层里冲进来的，然后肚子也痛啊，这个肚子痛啊，憋得肚子痛啊，实际上两个乳房都压住了呀，就像在过山车里边，你说我们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速度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速度，这致命的错误，速度太快了，没人同我们在抢时间呐，我们应该减慢速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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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入大气层，我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就应该减慢速度。对，进入大气层之前减慢速度。我们再重来一遍，那这个是没减速就冲进大气层了。我们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，先减速。我们围着大气层外围，慢慢转个几圈，把速度降下来。我们在围着大气层外围，绕着地球转几圈。然后我们改变倾斜度，慢慢进入大气层。这是我们第三个类似事故的事故。我们进入大气层之前呢，那是个忘了减速了。我们进入大气层，直接忘记减速了。正确的做法，我们先应该沿着大气层外围慢慢边减速边转上两三圈。然后再改变倾斜度，慢速进入大气层。
我们不是直接奔向地球，而是沿着大气层进入以后，也是慢慢沿着大气层平行的方向慢慢转向地球。然后慢慢接近地球，我们在地球外围转了好几圈，然后慢慢接近地表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我们那时候锤子冲向大气层，直奔地表。那时候产生巨大的压力。你说，我现在呢，很讨厌坐那个过山车。一坐到过山车，我就有压力的感受。甚至我也讨厌坐飞机。飞机起飞的时候和降落的时候，我身体啊就会体现出那时候的症状来。我乘着飞机到了日本，降落以后，我感觉异常的难受啊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是身体记忆的问题。我下了飞机以后，我感觉啊，这个行李箱我拖不动了。上飞机之前，我是完全拖得动的。你说我艰难的拖着行李箱，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我的行李箱能拉得动了，而且感觉有人在帮我推的感觉。哦，原来那个就是小童子啊！你说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我得好好的感谢他。那个时刻，他确实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如果没有他帮我一把的话，我甚至到不了日本的目的地。因为他帮了我一把，我终于把自己的行李拉到了目的地。所以啊，我那时候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身体垮下来。没有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垮下来，是小童子弥补了我身体的缺陷。
哎，你说，后来的生活当中啊，也是因为由于他的帮助，我才没有体现出。生活当中，也是因为他的帮助。我的身体缺陷没有完全暴露出来。我的身体缺陷没有完全暴露出来。虽然前天我发现了这个小童子，让他离开了。我当时误以为，一直误以为他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。我当时一直误以为他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。啊，原来他弥补了我下飞机以后身体唤醒的记忆。原来他弥补了我下飞机以后身体唤醒的记忆。现在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看。如果没有他帮忙的话，那么那时候体现出身体症状的来，我还不一定马上能找得到人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如果没有他的帮忙的话，那个时候就马上体现出身体的症状来，我还不一定马上能找得到人解决这个问题。由于他帮我挺过了这段时间，才有那个缓冲的时间，让我慢慢慢慢找到了解决方案。然后你说我现在要真诚的向小虫子多表达几次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现在我要真诚的向小虫子多表达几次真诚的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你说感谢，感谢，感谢的时候，肚子这里的那个胀的感觉好像出气了。然后鲁芳这边再说几个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的时候，好像这个症状就出气了呀。这感谢的时刻，慢慢慢慢，这里症状缓解了呀！哎呀，我说当时啊，我急急忙忙让小童子离开的时刻，就没想到更深的问题啊！我当时急急忙忙让小童子离开的时候，我没想到真正的问题。啊！我现在再次真诚的向小童子表达感谢。感谢，感谢。我现在再次真诚地向小童子表达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你让我把身体的记忆缓冲了这么多年。你让我把身体的记忆缓冲了这么多年。使我有机会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，是我有机会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。不然的话，说实在话，我真的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。不然说实在话，我真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。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自从下飞机以后到前天为止啊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呐，还只有小童子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从下飞机以后到前天为止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，那就只有你小童子一个人。对。对，对。谁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慢慢慢慢，人身体那个像放松下来了，放松下来了，为什么？昨天我心里有种发火的感觉呀，昨天心里有种发火的感觉呀。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的身
成就像一种发火的感觉啊，对吧？越是心里想着对小同志应该发火的时候，越是感觉身体就鼓起来了呀。你说现在我觉得这也奇怪，我想向小同志表达感谢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慢慢就柔软下来了。哎，这柔软起来了。柔软起来了。哦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小同志原来还在帮我按摩呢。哦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小同志原来还在帮我按摩呢。哎，小同志在帮我按摩呢。小同志在帮我按摩呢。哎，他那个，哎，这边是鼓起来的，相当于啊，右边乳房这边啊，相当于鼓起来的。嗯。在鼓起来的基础上，他在给你按摩啊，就把表面的皮肤，按摩上了，磨伤了。哎，表面的皮肤在磨伤，他两个手都在按摩，两个手都在按摩，直接按到肚子那边。但是唯独这个地方啊，感觉肿的严重一点，所以呢，他磨的时候呢，就相当于在按摩的时候呢，在你那个，相当于在肿水肿的肿胀的位置表面。在按摩，所以磨出了一些那个，皮肤上的一些，感觉是破损的。这个破损是往下的，一个顺着往下的，他这样按摩的，这样按摩的，但这边明显你看起来，你说哦，现在我明白了一件事，实际上我身上有这个症状，原来是小同志一直帮我按摩才缓解掉的。哎，把我正在按摩才缓解掉的。我一直在按摩，症状才缓解掉的。他应该看到我肚子和胸部的异常。他也应该看到我肚子和胸部的异常。哎，他就一直默默无闻的在给我按摩。你说这么说来，我叫他走的时候忘了开张支票给他。这么说来，我叫他走的时候忘了开张支票给他。哎，那我现在补开一张，哎，反正心里想着行就行了啊，反正临界的啊。我现在应该把他的劳务这部分治疗的劳务费给他。哎。我把这个念头一升起的时候，我又头上沟通上了。我把这个念头一升起的时候，我又同他沟通上了。哎，这个时刻小同志回馈给我的话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念头。”这个时候小同志回馈给我的话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念头。”哎。那么你说，我应该感谢你，您给我的念头啊，也给我带来了发明创造的灵感。我应该感谢你，你给我带来的念头同时，你给我带来了发明创造的灵感。哎，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灵感。然后再次谢谢你默默无闻的一直帮我按摩的身体。谢谢你默默无闻的一直帮我按摩的身体。哎，让我度过了这么多年。让我度过了这么多年。哎，谢谢你，现在我找到了解决方案了。谢谢你，现在我找到了解决方案了。哎，然后你再次说。谢谢你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可能发生困难的年代。谢谢你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可能发生困难的年代。哎，对，然后你再次告诉他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当时
出的问题啊，出在我们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是直奔地球，这完全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当时出的问题是，我们当时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是直奔地球，这是错了。哎，我们应该绕着地球慢慢旋转，慢慢减速。哎，你说没有人跟我们抢时间，没有人跟我们抢时间。哎，应该我们以最低的飞行速度啊，应该我们以最低的飞行速度。哎，这一下子就缓解下来了。以最低的飞行速度，哎，最低的飞行速度。那时候身体的震荡就是那个人家说的仙女，仙女啊，飘飘一些，就像仙女下凡这样，慢慢从天上飞下来的感觉，这样的时候就飞行器感觉没有了，飞行器都不存在了，感觉仙女慢慢是自由支配的在飞呀、啊，好像自由支配的飞呀、啊，人家说像嫦娥，哎，这个不叫嫦娥奔月了，嫦娥从月亮上奔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慢慢在飞呀，而不是把那个嫦娥这强行张着飞行架，嘣一下子冲下来。我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感觉像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我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感觉飘飘欲仙的感觉的时候，把那时个叠加在身体上的记忆全部移除了，现在身体上的记忆全部移除了。现在身体上的记忆全部移除了。身体上的记忆全部移除了。然后你说这个掉到水里面快速旋转，掉到水里快速旋转的那个记忆也全部移走了。然后身体上的所有记忆全部移走了。身体上的所有的记忆全部移走了。哎，在脑海里把那段记忆也全部移走了。哎，就像生活当中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。就像生活当中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。哎，我现在身体上已经不记有那种信息了。哎，然后旋转的时候甩出来的那个体验也已经全部清除掉了。哎，你说现在我从普通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。哎，我身体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记忆了。哎，我想了解那段历史的话，也只能到图书馆去看对应的音响资料了。我想了解那段历史的话，我只能到图书馆去看对应的那段音响资料。哎，同我身体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同我身体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哎，我到图书馆里去看的时候，就像看别人的故事。连同我身体的共振都已经不存在了。哎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瓜葛了。哎，如果说有瓜葛的话，那就是曾经我把这个资料从身体上带了过来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事情。哎，应该这个图书馆应该由小童子来掌管。应该这个图书馆应该由小童子来掌管。而不是
我来掌管。而不是我来掌管。我已经成为地球人了。我已经成为地球人了。我已经成了地球人了。哎，现在如果再带着那些信息的话，对我是不利的。我的母亲呢，再传一个消息给他们呢啊，这个传一个消息给他们，把告诉他们，我已经把我的一切事情交由小童子来管理了。已经成为一个完完全全、真正意义上的地球人了。把那些以前的那些复杂的信息啊，全部剥离下来。哎，全部委托给小童子在管了。而且小童子接受一个也没有什么要同我沟通的，而且小公司接手后也没有什么要跟我沟通的。哎，完完全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东西。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上来看到的小黑球啊，好像那个小童子啊自己成立了一个星球啊，小小的一个星球啊。哎，小虫子自己成立一个小星球啊，就带着这些资料的一个小星球啊，然后在宇宙里镀了一个星球。这个星球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虫子星球。这个星球我们可以称之为小童子星球。哎，它带上我剥离下来的信息，然后。我从此以后同他没关系了。他带上我剥离下来的信息，然后我从此以后跟他没关系了。哎，我生活在大气层以内的地表。我生活在大气层以内的地表。最多会往水里面往下一点点游泳。最多会往水里边往下一点点游泳。哎。再高的地方已经同我没关系了。哎，有关的系的地方，也只是我乘着飞机能碰到的地方。而小童子带着我剥离的信息啊，已经离开了大气层，是浪费了啊，已经离开了大气层。信息已经离开了大气层。哎，然后，地球上有人想研究这个资料的，你的意念同他沟通就行了。地球上有人想研究这个资料的，你的意念跟他沟通就行了。哎，已经同我已经没关系了。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哎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剥离完了。这些信息全部剥离完了。哎，你说，以后啊，我再也不羡慕那些外星人了。以后我再也不羡慕那些外星人了。哎，我体验了一把外星人。我体验了一把外星人。哎，这个辛酸苦辣只有我知道。这个辛酸苦辣只有我知道。哎，这个辛酸苦辣。只有我知道。这个辛酸苦辣只有我知道。也许还有几个有外星人信息的人才知道这里的辛酸苦辣。也许还有几个有外星人信息的人才知道这其中的酸甜苦辣。哎，即使有的人认为带有外星人信息沾沾自喜的话。也只是现在的表面现象。
因为带着外星人信息来这边自习的话，也只是表面的现象。哎，有时刻信息破解不开的时刻是十分痛苦的。有时候信息破解不开的时候，是十分痛苦的。哎，你说这个时刻，我再次想起来切断小虫子这个念头的剪刀。这个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个小童子念头的剪刀。哎，当时还留了一截。当时还留了一截。哎，我现在应该连着根部把它剪掉。我现在应该连着根部把它剪掉。哎哎，我什么都不想留下了。哎，连一个种子啊，也从我脑袋外面拔出去。我说，我连星际种子这个词都不要了。我连星际种子这个词都不要了。哎，然后你说嘛，一二三，我生意。哎，就失去记忆啊，把一下子把脑袋里边记忆当中也推了出去。一下子把脑袋里，哎，对。哎，然后你说我一甩，全部甩给小童子了。我一甩，全部甩给小童子了。哎，然后我眼睛看到一束光。那个光啊，就飞向了小童子。那个光就飞向了小童子。哎，那些啊，一切已经同我无关了啊。那些一切已经同我无关了。哎，一切同我无关了啊。一切同我无关了。啊，我说这个体验呢，有点惊心动魄。这个体验有点惊心动魄。哎。全部是真实的，全部是真实的，而不是模拟出来的。而不是模拟出来的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剥离了这个信息以后，我终于可以安稳睡觉了。我剥离了这个信息以后，我终于可以安稳睡觉了。哎，我终于可以安稳睡觉了。哎，我终于可以做回为完完全全的地球人了。我终于可以做回完完全全的地球人了。啊，你说这个事情呢，终于可以谢幕了。这个事情终于可以谢幕了。好，这个信息走完了啊。哎，现在是不是来缓解一点了？啊。全部剥离完了。我都快被压死了。哦，因为昨天我又在看看你没消息，我今天晚上我就习惯性的把你关到静音上了，关到静音上以后，我在梦里边啊，我在梦里边突然看到一个大楼起火了呀，整个大楼一片起火了呀，我脑海里想。这是一场梦，我不知怎么知道，我就是一场梦啊！我连忙起来，小便了一下子以后，我手机一看，哎，会不会你找我？我就想到这个念头，我就打开，就才发现，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啊！我刚才一直脑子里面一直在想，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师兄，快醒来看手机！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意念这么在想。啊。醒来看手机。哦，我当时是醒来，是因为我在梦里看到一个大楼起火了，我吓一跳，我马上想到应该是梦，好像呢，我就是马上醒过来，这个一个是梦，赶紧从梦里出来，就是我去拿起手机了，好像一个没有一个拖泥带水，一个没有一个拖泥带水，这一个我看到一个大楼起火了呀，他那个大楼起火了呀，而且在梦里边我就想到，哎，大楼没起火。应该手机上有事。嗯。哦。我一直用意念。啊。意念在跟你沟通。啊，终于，应该意念沟通上了。
我就当时给我的十万火急啊，整个楼都烧起来了。一个应该这个看上去那个30层到40层高的一个高楼就起火了，就一面就对着我的这一面起火了呀。然后就哎立马翻身起来了，啊、嗯。手机不静音嘛，嗯，我一直用意念在嗯讲，快起来，嗯嗯嗯，我看手机，哦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因为我平时是关的，那习惯性的早就关掉了，在前天我是开着的，是的，嗯嗯嗯，是的，嗯，那个结束了是吧？哎，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啊、哦，已经结束了啊、哦，那我关了啊，这边。